下面挖洞啊，可是我们要干嘛？放怎么样？哦，我们看到这一箱哦，极度危险 ，Super Danger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一件二系列，我是黑鱼，哦，我是三毛。那我今天找三毛要干嘛？因为我觉得三毛本身就是盖建筑能力是蛮强的，然后我一直以来一直想要盖个东西，就是我一直不知道说要怎么把，例如像是什么三毛的头盖成一个实体版的，这到底怎么做到？你去网络上找个转换器 ，OK， 有图了，然后就一层一层盖没了。他会给你那个，他会给你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他会给我是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像其实你的就更简单，你的就很明显就是哦，我的颜色蛮那个的，蛮区别性的。那、啊、你就四个颜色而已，这个你的就更简单。你不要说我简单，最简单的是谁是片头好吗？他甚至不用用那个网站好吗？那我们今天主题是这样的，我们要送给阿神一个大礼，没错，送给他一个大大的头，然后头里面塞 TNT。哦，哎，好像不错哎，后面放一个拉杆。那个拉杆、啊、然后如果他被拉，那个拉杆就爆炸。哦，这个很有创意哦， okay， 很有创意哦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哦，水了水了，哎、啊，有 TNT 吗？够吗？TNT 超多，对，红色的那箱。哦，拉箱了，带走了。靠北，这个他妈是以后要战争时候用是不是？没有，以后还要盖更大的，那个下次再盖，还没有盖，要盖更大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去按时加购。哎、欸，你知道 Alan 那个？就是艾莫雅发一个委托盖一个地狱车站，嗯，盖超好的，真假的，真假的，我原本想接想说直接直线挖就好了这样子啊，你自己去看，他妈，我们现在可以先去看，从哪走？从车站嘛，对不对？超级扯，刚我不知道他在盖啥，假的，超级扯，拿一个应该是往汪汪家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前面有东西，靠位靠位，有打掉了，我跟你讲，他有些没有两个高会痛，看这里，我操，是三角。他说他这个是一个倒影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水面倒影的感觉。他所以他上面是做对称的，他上下是做对称的。对，啊，你这个，你刚刚说你想要直接直线挖就好，是不是？然后对，盖个玻璃之类的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好像是在二诊艾木雅呢。倒影，哎、欸，也很好了吧？然后他这边就是下面还有假的一个地狱门，然后用玻璃来代替。哦，真的耶？哇！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那个模组。玻璃没有连在一起比较丑，如果连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水面倒影这样。那你看他还帮他把地狱门藏在这个水晶洞里面，哇哦！哇哦！怎么艾莫雅加这么多诡异的生物？这很热闹哎，感觉跟我们家里像动物园呢、欸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输。好，走，回家。一见二意太和平了。哇，最近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只是最近忙了点，怎么就这么和平？哦，那好像因为都是你在搞哎、欸。我真的就最近忙了点，然后一见二意超和平哎、欸。我之前不忙，每周上线的时候一见。就超级动荡不安呢、欸，我是意见乱源呢、欸。阿成家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弟弟这边。他盖哪里啊？弟弟这边的。欸、啊！我摔死了！哎、欸，怎么？忘记穿鞋子了，操你妈的！我先不捡。哎、欸，要捡啊，要捡啊！不会啊，你来得及吧？应该是来得及啊。对啊。啊，那啊，那你不要捡，那不要捡。好了、啊，没了没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要在阿成家这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因为他刚好出来就会看到。我们要在这个位置，就刚好是我面对这个位置，做一颗他的头。啊，谁要盖？我们两个一起。不是你盖啊，我已经帮你收集材料了、欸。那不然你从远方看嘛，然后我来盖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啊，图片也给你了，可以先从脸开始。其实我看不懂图片那个是怎么盖。帮我先把他脸盖出来，啊，其他的你自己用。我先把他的第一面脸盖出来，然后你其他再自己想办法。我真的看不太出来，就是你就打开它啊，打开它，在浏览器开启放大，你就懂了、啊。哦，好像可以呢。就中间这边全部填沙眼，八个沙眼，对吗？这样。对，然后这边要黑色，这边要黑色，有没有黑色羊毛？好，直接叠，这边直接叠两个上去，热陶土要盖上去，这样。我、哦、这个其实、哦、我脑袋会有点乱乱的，对、啊，会有点小打结，那个比较复杂一点哦。这个脸真的是没有很好看，这个肤色，眼睛旁边那个肤色是陶土。白色陶土，靠腰啊！我们盖一面就这样唉声叹气，我们还有五面要盖呢，我可以只盖一面。然后其他的随便，秋风的应该是吧、啊？秋风的不是吗？没有啊，秋风的五面都有盖，六面都有盖啊。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去正面看一下。哦，来，好、哦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？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哎、欸？哦，没有，因为它那个图片里面是两倍像素啊，我们是把它缩小了，这样，就你会发现它每一格其实是2×2，但是我们把它缩小了。所以会变得比较啊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是阿成的脸吗？是要加头发才看得出来、啊，这个真的是鬼月。啊这啊，接下来右边这一面要麻烦你哦。右边这一面是从哪边开始啊？黑哥大概给我。就是他的右边啊，他的右边那一块啊。那是直接往内凹吗？还是会往外一个？没有。
直接往内，直接往内。好 ，OK。所以你第一排这个就是花岗岩。远看会不会比较像啊？远看会不会比较像？你看有啦，很像啦，100分啦。哎，看一下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两个棕色，然后这一面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往上堆这样。OK。哦，好像有料哦。怎么吧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是懂了吧？阿神看到感觉会无眼呢？怎么把我盖？嘿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盖这么抽象？丑，盖这么丑？没有，他不会说抽象，他会说丑。然后他的 buff 就会生气，黑羽怎么可以把阿神盖得这么丑？大家看到这边。记得可以在下方帮我们点个喜欢，还有订阅订起来。我今年的目标是不要10万订阅，然后热推点起来，谢谢。哦，没有忘记耶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我为阿神做的第一件好事哎，不然一直在搞他这样子。哎，好像怪怪的哎、啊，算了，就直接盖吧。啊、快，感觉算怪怪的，感觉算怪怪的，但是还好，小问题，因为我们有更大的问题。白色是石英靠背，我没有石英啊，石英才两格，应该快没了吧？哦，石英最后两格在这边啊，那你自己挖去用，在你屁股。他一定会很开心，我已经能想象到他开心的笑容了。哇，好棒啊，黑羽山毛，谢谢你们。哎、欸，快点啦，我帮你盖完两面了，我要去盖头顶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呢？下面挖洞啊。可是我们要干嘛？放梯。哦，我们看到这一箱。哦、oh, ，极度危险 ，super danger。那我们在嘴巴这边开个洞，走出去。啊、我们把它填满。那、啊、你要填满，你要把它填满，你要把它填满。就把它填满吧。阿拉杆要拉在哪？放在哪里啊？放在底下不行啊，放在底下根本按不到啊。不然你放在嘴巴那边啊。还是嘴巴那边放四根，然后就很像它长胡子。然后故意还要写长胡子的阿神。我觉得他一定会玩，好，他一定会拉一下，然后就叭叭。我们要把它做的不像机关这样子。对，长得就是很，真的就是很丑这样而已，单纯的很丑。这个炸裂力很精彩，应该是炸不到那个秋风他们家，应该是会把这峡谷炸开来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等下就是去开一个创造模式，然后去看一下6×6的，就是在某个山谷里面放个6×6的 TNT， 看一下炸开会长怎样啊？不对，我们也不用开战斗模式，我们直接那个去一个地方开6×6啊？对，是6×6吗？因为内部啊，6×6×6嘛。对，好像不是、欸，是7×7耶、欸。哎、啊，不对，是8哎、欸，8×8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8、啊？不重要，没关系。我们就去某个地方放8×8的 TNT 测试看看，试爆。而且我觉得外面还要放一层包覆起来这样子，然后要放那个压力感嘛，对不对？放在哪里？你放在嘴巴上正上方的四格这样。然后是横式四格这样，他应该不会先挖开吧？对，他应该不会先挖开的。然后我们这边放个告示牌，哎、欸，等等，要那个要，我们要叠过去，让他就是可以走过去这样子，倒也可以走过去。让他叠过去哦，那用什么叠？花岗岩好了，花岗岩，这个超多的。OK， 把它隆重一点啊。对，隆重一点，对，旁边你放栅栏。好，栅栏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做栅栏的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这边很多木头放箱子里面。哦、oh, ，然后、oh, 我有栅栏，我可以做栅栏。哦、oh, ，我好期待哦，完全不可疑耶，一点都不可疑。就是你不会想到说，就是里面有放陷阱，因为这个又有点太刻意的那个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、oh, 哦，就有点像碰头那边。那如果你看到你长胡子，你是不是会哦？然后你就摆弄一下这样子。哇，对，还有这个拉杆呢，哇，按一下，哇，噗，哇！而且这个，如果他当下没有飞起来，基本上是来不及的。对，他跑不了，他跑不了。那、啊、我们要去测试吗？去测试啊，当然是要啊，看一下了。去哪里测试？我们家那附近可以吧？我们家附近看一下，我们往哪里飞啊？我们去上面的山谷，我们往北边飞，有很多峡口，我们就往北边飞。可是北边很多人住哎、欸，还是去南边好？去南边。好，来哦，3、2、1，哦，应该不用跑太远吧？我靠！我靠！要！我操！死了！啊，你在哪里？夏夜，我东西还在吗？我的还在，因为我应该是最后的。我刚刚想说应该不用离太远，结果好像要哎、欸。往下我不担心，因为下面有水。然后我刚刚盖满下面，然后我们刚刚这一颗其实盖比较上面一点这样子，所以它会往外喷，感觉是蛮正常的。对，好，那应该是还好、欸。感觉这个山谷会不见，然后他家这里会不见，他家的入口会不见。入口对，应该是入口，我觉得下面应该是炸不到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应该不会炸到上面。对，啊、应该不会吧？对，不会，蛮远的，有点远。OK 啊，那就没问题。因为我盖蛮下面的，它往上炸嘛，啊，上面其实蛮宽的，所以炸不到东西。对，哦，还好啦，还好，吓我一跳。哈哈哈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做结尾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一颗阿神头，请记得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啦，蛮不错的。要按大大的喜欢，没错。大大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按了推，
看小铃铛跟留言。对，我很期待阿神到时候的反应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按那个，一定会按啊，手机一定会按。就哇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他，我猜啊，我大胆猜测，他会按左二这一个。为什么不是右边这根呢？因为你看哦、喔，我走过来，然后左边字数比较多，那下意识就会走左边这样子。哦、喔，这是一个心理的那个猜测，好期待啊，好期待啊。哦，而且我猜他这礼拜应该会上线，所以我蛮期待的。一想到就哇苦哇苦呢。好了，那我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